第一个33号。那么在这届比赛当中，咱们的进口组参赛的选手呢也是最多的，有40多位。第二个，严彬彬，严彬彬啊，是不是？严彬彬吧。第三个来自苏州的徐宝宝，是不是？因为找过了好几个人上，进口就是进口。第四个，8号，不认识。第五个，福州安吉姥姥。其实现在楼上不去的话，直接加油。好，在咱们前面的车手呢，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了这个半河坡。接我那个下，完蛋。如果上不去，直接我那个下就不行。没有比赛的这个选手，请你们离开到河坡弯道的滑坡位置。好，红旗喊一下，开位外国人。裁判员，爬坡位置的裁判员，把你身边没有跑比赛的观众喊出来。你们找谁？快，就是来，现在，现在到警戒线后面来。